谢宇航打刘铮啊更高，好球，好球。广厦队拿球，哦，第一次出手呢有这个试手的意味啊，没能投中，丁宇航转换，开局啊，开局有机会马上发动快攻。林志杰退防的时候是球命中率。直接换，这边也是重点来转，丁宇航，贾成中距离啊，干拔有了，可以稳一下，啊，直接就扔了吗？啊，他还能抢篮板，再往上再，哦，漂亮，穿排球一样。莫泰，传完了自己往里切，哎，不错啊，五分的分差，丁宇航直接面对夹击，选择出手，那球员的机动性，嗯。好球，又是快攻，对，这山东队的快攻反击真是不错，真是不错，追到差一分了。刘铮抢得很凶，但是丁宇航一步就甩过了，好球。弗洛西斯突一个，莱森漂亮，哎呦，进帽也来漂亮，防守这么好，这么强硬，现在广厦得的也得到55分了，虽然已经得分到10了，但是。整个这个进攻基本上对手，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，今天的罚球丁宇航已经丢了3个，丁宇航打刘铮啊更高，好球，好球，度或者每一次机会的把握是非常关键。他的登场时间得在第四节稍后的时间段才能上，让刘铮在防守当中要更多的去注意自己，就跟他有关系。对，防得不错，看小丁个人能力，好球，个人进攻，给长的，漂亮，莫泰，好球，老师这球传得好，这三个人的。两次传递啊，直接完成得分。林志杰回来，林志杰呢打头打尾中间歇，哎呦，丁宇航三分开了，丁宇航造苏明辉的犯规，我们这下应该是头顶第二，后两罚全进，丁宇航强打一个，特别好，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，所以可能在限制起来上啊，还是有一些感觉准备不足。